杯，就是这杯，现在开始停不下来，奋勇向前，必须停住，奋勇向前，走到最后，记住热烈的冲动会把你来掌控，只要你真的想要，没人能阻挡，对这杯的渴求就是在这一天，我们的手手相拥，你真的想要吗？你真的想要吗？你真的想要吗？欢迎大家，各位辛苦啦！哎，强哥，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我们每天晚上8点都会跟你准时见面的，由芒果 TV 独家播出、银河酷娱独家制作、四个体育独家专业合作的世界杯脑洞综艺秀《火星世界杯》，欢迎各位！哎呀，刚才这个表演可以说是啊。应该我们算是火星世界杯的这个流星花园天团啊，天团可以用三个词，可以用三个词来形容刚才这一段表演。嗯，首先，杰哥唱得极好，哎，谢谢。其次各位跳得极佳，嗯，然后最后一个词是真的极丑，真的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预算已经低到这种程度了吗？没踩住点儿，没踩住。哎，大伙这碗面是不是还可以拿下来泡？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胶带真的我受不了了，真的。这是我自带的方便面，没有，这是有个梗的。对呀、啊，泡面头。对，大家应该能够猜得到他模仿的是谁。那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的比赛待会儿也要正式的开始了，依然还是分成了这个我们的气人队和人气队。嗯，那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气人队啦，欢迎他们。来，今天我们这边啊都是叠音字啊，这个都让我有了改名的冲动。好、哦，有然然，有天天。先介绍一下曹然然啊，把这脸还是露出来了。哎，乔哥，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大家好，我曹然然，今天来这里玩一玩，很开心呢。我们是兄弟哦。你正常一点。大家好，我是演员曹然然。哎，欢迎然然，欢迎老队员了。那、啊、这一位，哎，这是我们的新晋新秀啊。啊，自我介绍一下，天天。大家好，我是天天 ，Pig Day Day。我瑞哥说我是来这里错最多的，希望我保持这个记录。保持错最多的记录，这你就基本上让你们队丧失所有的信心啊！其实已经没了，我就带月就好了。对对对对，好啊！那我的左手边呢，就是我们的人气队，来，队长是杰哥。哎，我是吉杰，我这身扮相有一点有辱人气队之名，我那点人气。今天也就没了是啊，谢谢大家。我今天请到两位，他们两个真的是人气超高的两位优秀歌手。首先是我们特爱的李玮，欢迎李玮。大家好。有点看不出来、啊、他是真的特别会踢球，也特别爱球。OK， 可以。那这一位，大家好，我是歌手戴月，今天我是最知性的花泽月，也是就自我认为就最逆生长的一个队员。那两队现在已经分好了，待会儿我们就要一较高下，好不好？一共是7道题，看看谁能获得冠军。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谁的脚最快的答题规则。谁的脚最快？双方队员是用脚踩下抢答器，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提前抢答将被黄牌警告。好的，哎呀，这个看到你们恢复原样啊，心里面觉得正常了很多啊。今天这个规则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嗯，现在我们就马上要进入我们的第一题了。在进入第一题之前，要告诉各位，如果您在看我们的火星世界杯的话，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说，请上微博找到火星世界杯的这个话题页来参与讨论就对了。啊，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第一题是什么。请问以下视频中红衣球员一共翻滚了多少次？Here we go.
A 十六次 ，B 十七次 ，C 十八次 ，D 十九次。没有。OK， 没有多少次，请注意他说的是翻滚了多少次，有可能还有一些动作是没有滚过去。对，没有滚过去的啊！现在准备要抢答了，三二一，开始。哎，漂亮，真漂亮，厉害厉害厉害！先队友讨论一下，我也得。十七次往上了，应该十七次往上。我刚才数的时候啊，就是，有两下他没翻过去，我也数着了，我数到二十。对对，我也数到二十。我就想要扣掉这两个，数量很多。哎，那很接近刚才。不说了吗？这个大家都不确定情况下选 C 嘛？没有、啊。确定吧？没有。C 啊 ，C 啊 C 是吧？十八次啊？对，确定啊？对，来看一下啊。哎，我问一下，吉杰刚才数了多少次？十九次。你要看我的眼睛有多么的真诚，别眨！你刚才说是有时候眨了一下眼睛，十九次，我们就是 C 十八次，答十八次是吧？来看正确答案。哦，耶！十这都能蒙对，对，所以说一定要抢啊！来，我们看一下刚才这段视频，我可以再数一次。后面还有一滚呢。其实说到这个假摔，你们觉着啊，假摔两个字哪个字最重要？当然是摔，是摔最重要啊。我最近还真研究了这个假摔啊，我觉得有三大基本要素。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你等一下，你为什么研究它？这我觉得，因为他们不够专业，你知道吗？就如果你在赛场上的话，或者你遇到一些需要你假摔的场景的话，你会比他们做的更真实。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可以提小小的一些建议。哪三点？第一点就是有特别夸张的动作，不符合人体功能学。因为你摔倒需要外力的刺激，就像我推他，啊对啊，就像我推他，我这么推一下，你看怎么回事？哎，要夸张一点的话，你推我，哎呀。你这个就是假，这个还不如内马尔。对，这个还不如内马尔。第二个，第二个，明明人家踩了你的左脚，你却抱右脚。哦，搞错情况。因为他慌张，他不知道哪边才是真正的一个痛感。是。第三，就是能滚多远滚多远。就刚才看到那个，就刚才这种，对，都快回家了。那你这么专业的话，那么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试一下。你像这种情况，哎，李伟，这种情况，哎。来来试一下，你为什么要选择李伟呢？因为他在看我。来来来来来，我们这样，你有碰到李伟有碰到这种情况吗？有哎，你有碰到过像这样的，就是刚才已经表现了一下，你在我们的舞台中央来展示一下，你们两个人如果要遇到某种情况会怎么样处理？我可以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吧。可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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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开始了是吧？直接开始，来来准备，这个小剧场啊。火星世界杯小剧场 ，Action！ 哎，喂，我马上到了。对啊，我马上到了。哎呦我的天！哎呀，不是小伙，哎呀，小伙，哎呀喂！多少下？刚才多少圈？走了八下。哎呀呀！哎呦我的天！小伙，你走路你看着点啊！你急什么呀？你看你给我撞的，快撞回家了都。没事啊，不是小伙，你是绿巨人吗？难道？没，不能这么快走路。哥，你这力气也不小呀。我跟你说，今天我急着我要看李伟演唱会，要不然真的咱俩得说到，好不好？啊，我不搭理你了。你也是去看他演唱会的？你也是吗？我也是呀。你喜欢李伟啊？对呀、啊，我也喜欢李伟、啊。你买了底牌的票呀？我 VIP， 我也是呀、啊。哎，那可洗了一块去吧。行，走。好，咔！哎呦，讲实话呢，我觉得最后的那一段，互相吹捧的这一段啊，是表现得非常精彩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下一题。以下哪两支队伍的对阵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碰面 ？A. 法国和乌拉圭
B 巴西和比利时 C 英格兰和瑞典 D 俄罗斯和克罗地亚。这道题会是什么答案呢？请我们两方注意了。好，三二一，开始。哎，季姐，我觉得俄罗斯跟克罗地亚应该不可能。为什么？都是欧洲劲旅啊，应该经常在一块，没事就踢会儿球啥的。哎，英格兰跟瑞典，哎，也是这个原因，都是欧洲球队，没事就一会儿踢会儿球。好，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巴西跟比利时。巴西比利时，因为我了解到比利时好像是30多年来第一次进入这个再次回归世界杯，是这样吗？哦，不是，是不是？哦，我看错了那个新闻。哎，我们强哥这边已经笑得不行了，说明你说的肯定不对、啊。李伟接着分析，来来来来啊！我只是刚才体育老师说的都是地理知识，还有队员，还有队员。对，我觉得 A 肯定不是，对，然后 C 也应该不是，嗯，然后我觉得我个人其实比较偏向的是 D。偏向 D 的，对，最后一个答案，你也是、啊，你刚才排出第一个就是 D， 有这感觉吗？那个、就是 D，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不是，请公布。恭喜！哎呀，所以说球队所以说一个队里面有一个懂球的很重要哈，太重要了，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算上这届世界杯，法国和乌拉圭在世界杯历史上一共有4次交锋，巴西和比利时有2次，英格兰和瑞典有3次，只有俄罗斯和克罗地亚是首次相遇啊、这个是一个准确的答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请听题。请将以下内马尔的照片按照时间先后进行排序。A 一三四二 ，B 四二一三 ，C 二四三一 ，D 三一四二。二是最新的吧？对，真的很像我们在学校里面考试的时候遇到的题目哎。你们看一下啊、哦，他们的时间先后顺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大概准备一下，我们现在开始抢答喽。先拿到答题权，三、二、一，开始。哦，李伟。可以，可以。有的时候拿到答题权，并不代表他们会得分。对，如果我们答错了，就是对方得分。对方得分，一比一平啊，现在是。OK， 怎么样？有没有答案？因为我最近在看球，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一下吧。我觉得第二张图应该是最新的。对啊，为什么？在他没染头发，现在他染，恰恰把头发染回去了。通过这个可以判断。在没有染头发之前，他是这样的一个发型。所以我们现在先把最新的对吧 ？B 和 C 先排出来。OK。对，然后那就是 A 跟 D 之间。对，我觉得是三一四二。三一四二就是 D 的答案，对不对？对。好。对对对对。确定吗？你们其他的两位队员？因为我觉得他在，我觉得这个一也像一啊。你看他说他是 the next play。他是哈雷，说他是下一个某某某，应该是他刚出道的时候。大哥就是贝利，啊，不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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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们得强哥，你们的分析方式太讨厌了。对，就是他，就是皮雷。对，刚刚涌现出来的时候，人家说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但我觉得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去让别人家讲，所以他这个奖项应该是让人家能够拿了奖，然后上来杂志。哦，对，所以是，然后他后来拿了奖上了杂志，然后上了杂志就得减减肥啊，你看四就挺瘦的，厉害了。然后成功了，现在就像我们要有点胖了，刚好。对了 ，D 就是 D， 你这就是为了说服自己。就这道题活生生的演绎成这个看图说话然后讲一个故事，只要能够讲得下来都是亲身经历。是的，是的，对，先拿奖。对，总之最后的答案是我觉得是 D 是吧？ D 戴月也觉得是 D 的。对，我赞同你。好， D 赞同。我们先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哎，什么吗？这样都可以对啊。其实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咱们就没抢到，是吧？让人得了2分了。哎呀，你看看，没关系，没关系，后面还有题目嘛。但是说实话，在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在一个不同的阶段留不同的发型，然后有不同的造型。你像我第一次见李伟的时候，他刚刚那个时候在参加比赛，就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当时是主持人嘛，对。然后那个。
当时你的造型跟现在相比，哇，就没什么变化。并不会啊。啊，是吗？如果有照片的话，大家有没有照片来看一下？这个当时李伟的照片。哎呦，哎，还真的变化不大。变化不大。他真的算变化不大。他真的属于变化不大的。对，戴月，你以前有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调整？好像也没有。我可能之前会比较感觉像非主流一点。哎，就有那个时候的年代感。是。对。那你的嗓音是不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啊，一直都是这样。那请看大屏幕。从啊，哦，其实还是，哎，我觉得戴月的变化也不是很大呀。对啊，也是啊，还好，就是你们的气质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对啊。然后那个，不过照片真的是会显得你的意思就是有气质不稳定的是吧？应该是会有的啊，因为我不知道导演组准备了谁的照片，所以我们来看。对，这个当时是怎么样去？这个、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这个灵感来源于公鸡 ，OK， 公鸡打鸣的感觉，叫醒大家的耳朵。哎，还有吗？还有吗？哇哦！这是谁？这个变化太大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跟现在简直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这最不稳定的，我们知道没有？等一下，马瑞，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领结跟项链配搭在一起，太期待。不是，最关键的是，我为什么当时要做这样的姿势？太可怕了！来，过，让我们再欣赏一下。啊，OK， 那个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照片的事情，是因为其实刚刚我们给大家这几张照片，实际上中间的时间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像在最早的那张图呢，是2011年的内马尔19岁获得南美足球先生时的照片啊，然后呢，这个2013年内马尔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周刊的封面，然后图四是2014年内马尔参加巴西世界杯的照片，然后刚才的第二张呢是他的本届世界杯的照片，嗯，你看。本届世界杯的照片，所以其实虽然可能容颜没有太多的这个变化，但是人会用自己的发型或造型给自己一些新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希望在明天上节目，不是下一次我们在做火星世界杯的时候啊，能够看到各位啊一个全新的样子，但是不要太可怕了，好不好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下一题，请听题。嗨，大家好，我是袁晨杰。请听好我下面说的每一句话，尤其是数字。本届俄罗斯世界杭杯参赛一共736人，五大联赛里的球员占到了379人，这其中英超124人，西甲81人，德甲67人，意甲58人，法甲49人。请问本届世界杭杯参赛的每几个球员中就有一个来自英超的呢 ？A， 3个 ；B， 4个 ；C。6个 ，D， 7个，好心酸啊！袁春杰，不是，我觉得很用力了。袁春杰作为一个德艺双馨的老艺人，带着一种90年、00年电视的一种感觉。对，1个，2个，中间顿很长时间。对，我们导演组也不会给他剪掉，真的。这道题呢，其实还是蛮有一定的难度啊。来，我们来看看到底谁会抢到这道题。来，3、2、1，开始。哎，怎么抢不到呢？哎，对呀，为什么回事啊？为什么又是我？因为这题好难哦。我告诉大家，我看到一篇报道，不知道这篇报道对不对，说英超的球员占这次本届世界杯的球员17%，我记住了一个17%这个指数。17是除以100对吧？还是100除，差不多是5.8几，5.8几，你看刚好没有5，就是靠近6。哦，就是靠近6了。四舍五入。四舍五入。对。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是什么，请公布。你看看，我们输在哪儿呢？我们输在其实脚更快。我跟你讲，我真的在这个节目里雪耻了。我从第一天上来。连有几个球队参加都不知道，我回去就在百度上足球世界杯所有的新闻看一遍，真的看到了这条，你看看。对，我觉得啊，这个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这种数学相关的题啊会稍微的难一点。对于数学不好的人，可能数字有点记不住了。对，就很多的歌手他记不住歌词，这个就很可怕了。一般歌手记不住歌词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直接
给麦克风给现场的观众。我就遇到过给观众不唱的。真的我在有一年的尴尬，我在有一年的跨年演唱会上让我唱那个大上海浪漫、啊、一个粤语歌曲只有四句歌词。对啊，我背了两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上台之前五分钟就懵了，还是我就把歌词写在这儿，我坐着那个黄包车上去，有个曲帽，我想把帽子取下来能看一眼。对，然后就这样当当当当当当，特别气场强大，几十个人的舞群，我就浪漫，当当当，浪浪当当，满泪滔滔钢碎，我明白。到这儿，我觉得我不能再拿这个动作了。哦，我说该怎么办？对，我无助的看着台下的一个中年女性，那她就应该唱啊，然后她也无助的看着我，最关键的到这儿了，只有最后一句了，是她也不唱，我也不唱，而且这个演出地是在深圳，台下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广东话的歌词，而这个舞台上面有巨型的歌词提词器，我到最后我那一秒钟经历了一千年，我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死也要死在台上，然后我就开始乱唱最后一句红心海海海海海洋，我真的经历过这样的事。棒棒的，棒棒。其实现在的歌也写的那个歌词啊，越来越好记了。嗯啊，好想你。哦，一直都是一首，这首歌真的是一首听一遍就记得住，听一遍就记得住。病毒式营销，确定吗？因为它只有三个字。对，你这样，你会不会唱这首歌？会，你会唱这首歌，你可以，我给你一个机会啊，跟这个对面的队友，在我们现在3-1的情况下啊，这个对手来 Q 一个人来做一次互动啊。好的。你觉得你要挑谁？我选李伟哥哥。是，来，我们把舞台给两位。来，好，现在舞台就让给你们二位了，好吧？来，准备来给大家带来这首很好记又很好听的歌曲《好想你》。music 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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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二声真的真的好想你，又好想你又好想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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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这歌太燥了，我受不了了，这歌又好西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哟，你是谁？刚才我们在排练的时候说大家一起下来，最后只有你一个人下来。对啊，你知道谢谢人，谢谢人，谢谢三位，谢谢三位，谢谢。说实话，刚刚那道题呢，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这个答案到底是怎么样解析的？本届世界杯的英超的球员呢，其实是有124人，总的参赛球员是736人，然后736除以124约等于6人。好，所以人气队才能够获得这一分，对吧？当现在进入到四强赛的时候，发现那些我们可以记住的名字都消失不见了，没错，还真是都消失不见了。所以强哥在跟我们这些所有的看混世界杯的伪球迷们再提醒一下，现在四强里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名字？首先我们觉得这个法国队比利时啊是上半区这个死亡半区最强的两个队，法国队呢法国比利时有一个19岁的姆巴佩，姆巴佩，这个会响彻世界这个名字。然后法国队中还有一个很帅的，叫做格列兹曼。哦，是他的7号，格列兹曼，这也是从这个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出名的，这个非常不错。然后法国的中锋啊，叫做吉鲁，因为咱们这个微博上好多年前有一句口号叫做“天王盖地虎，看我大吉鲁”啊，这个就很好记。看我大吉鲁，这是法国。然后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卢卡库，卢卡库，世界杯已经打进4球了，小魔兽。哦，然后还有他们的头号球星，这个队长叫阿扎尔，就是那个特别能盘带的。是。另外，我觉得比利时特别值得一记的有一个巴舒亚伊。因为他是现在咱们微博上这个梗啊，叫做快乐足球，单场比赛可以错失5-6次得分机会的这么一个人，很有意思，就是充满着戏剧性。哎，这几个人都值得我们接下来去关注一下。没错，没错。那如果是说下面的这几场比赛，您觉得这个？因为确实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我也只能问你了啊，就是到底你的预测是什么样子的呢？法国跟比利时，我觉得还是咱们越临近比赛越多看看新闻为好，看他主力阵容的齐整程度，是实力相当。然后以球星个体素质来讲的话，
比利时甚至有可能比法国更强。啊，这两个国家是接壤的国家邻国，彼此非常非常熟悉。嗯，法国有好多球员在西甲、在英超这些顶级豪门里面效力的。我觉得比利时可能略微强一些，强一些，因为他毕竟是淘汰了巴西， okay, 这个对他的信心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下半区，英格兰对克罗地亚呢？克罗地亚中场非常强，哎，英格兰这支年轻球队唯一的弱点就是在中场组织能力这方面，双方可能是对上了，就是到底谁能够掌控中场，谁能够把他的进攻的这个优势能够施展出来。来看一下下一题。米卢曾带领五支国家队征战过世界杯，分别是哪几个国家 ？A.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中国、尼日利亚。B. 法国、哥斯达黎加、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C. 意大利、阿根廷、美国、中国、哥伦比亚。D. 墨西哥、乌拉圭、巴西、中国、澳大利亚。三二一，开始。问强哥，强哥，可以讲一下这个米卢啊，他是塞尔维亚人，非常特殊，他的前男的一个足球运动员，后来呢先是去墨西哥踢球，然后在墨西哥执教，他是墨西哥非常年轻的一位主教练，1986年带墨西哥征战世界杯，所以 AD 是备选的。墨西哥完了之后呢，1990年他带的是哥斯达黎加，所以 A 应该是正确答案。但是 A 这个答案当中有一个次序方面的小问题，就是米卢94-90年带的哥斯达黎加，94年带的是美国，98年带的是尼日利亚，02年带的才是中国，所以 A 选项是对，但是中国和尼日利亚应该要对调一下。最后的答案是 A 肯定没错了啊，这感觉好像是掉在了他的饭碗里一样。啊，没有办法，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答案吧。啊，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谢谢今天，你给了我这机会。对，可以啊，可以啊。其实米卢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教练，执教过中国队啊。是的。当时02年世界杯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在为举国欢呼，觉得我们的中国足球啊已经很强了。2000年，02年，对，02年世界杯。你们觉得，如果让你们去评价李伟，如果让你去评价这个中国足球的话，你对他有未来有什么样的期望呢？其实02年世界杯的时候，我那时候在读初中，然后我们全校的人几乎就已经没有心思在上课了。对。然后但在比赛的时候，我记得是下午，然后有一场比赛是下午，我就记得老师让我们提前下课去看球。对，很多学校当天都是不上课的。你们老师那么好，我们真的希望这个中国足球可以在基础教育上就越来越好，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去，为我们的国家争光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期望也怀揣在心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一题。大家好，我是潇潇，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出题。食物世界杯的最新阵容已经全新出炉，以下哪种食物不会因为热量过高使人发胖而被红牌罚下 ？A 是小龙虾 ，B 是啤酒。C 是烤肉 ，D 是可乐。三二一，开始！呀、yeah. ，厉害！这个没问题，来。对，我们就按卡路里来讲好了。就虽然可能啤酒喝多了肚子会变大哦，哎，但我觉得如果按卡路里来讲的话，反正我们先排除 C 肯定不是、哦、，D 肯定也不是、嗯。A 的话，小龙虾要看怎么做，对。如果清蒸的话会好一点，那我有点像美食专家。但是清蒸你也得蘸那个酱，也不行。所以我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觉得我选择 B。OK， 你看，因为是水。那这一道题就决定选 B 了，你们对没有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恭喜！小龙虾表啤酒。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有媒体评出了食物世界杯最佳阵容啊、哦，然后其中烤肉、小龙虾和可乐的热量都是非常高的，要尽量的避免。那啤酒本身的热量呢，并不高，一杯200毫升的啤酒大约只有64卡路里哦、啊，喝啤酒的时候，同时吃其他食物才会导致发胖哦，所以说。在世界杯期间，这么多人在看着世界杯吃这个，各种各样的美食的时候，对，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应该吃一些热量低一点的、卡路里低一点的这样的食物才会健康，不要把自己吃得太胖了哈。OK， 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请将以下照片中的爸爸和孩子们正确组合起来。
A 一和七，二和八，三和五，四和六。B 一和八，二和七，三和六，四和五。C 一和六，二和八，三和七，四和五。D 一和五，二和八，三和六，四和七。三，我们已经输了。一开始，我们的吧。哦，气人队的，强哥，你来打。那咱们一块看看啊。你梅西，你说梅西的儿子他不可能穿别的球队的球衣嘛？那肯定是。所以三五肯定是一组，对吧？然后呢，一是 C 罗，然后呢 ，C 罗的儿子应该是最大那个迷你罗，所以我觉得一七应该也是一组。所以我一看，我觉得这应该是 A。好。然后这个二八跟四六我都没去对过了。我觉得这道题出的有点那个，你看，我们看这个球衣都能看出来三和五是一起，但是三和五在的只有 A， 所以答案肯定是 A。对，哦，谢谢，那就 A， 谢谢、哎，谢谢导演组给我们面子，哎，给一份。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答案。耶、yes ，这样分数离得很近。啊，可以说给个面子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惊喜啊。好了，但是没关系，这道题你们没有答对嘛，对吧？嗯，但是这已经是最后一道题了啊。现在就要恭喜我们今天获取到胜利的人气队，恭喜！然后我们的气人队呢，以一分啊，一分输给了我们的这个人气队。没关系，等一下只是接受一次惩罚而已嘛，对不对？你们这三位在我们的火星世界杯已经非常熟悉惩罚的流程了，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在惩罚区见面。完了。欢迎回到我们的惩罚区。哎，现在我的右手边呢是获胜的队伍，恭喜你们，恭喜！哎，恭喜！哎呀，说实话，这个我非常想跟你们多聊一会儿，因为我不太想转过去，不忍没了，是吗？不忍是，就是他们三个人，因为开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们会扮演一些角色嘛，然后我靠右这边就这一位啊，对，他是没有扮演的，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花泽类，其实我是犀利哥，他自己都装不住。花泽类是那种什么性格？挺装的，挺闷的是吧？挺闷的，挺酷的那种状态是吧？那等一下你就保持这样的状态可以吗？好，对吗？好 ，OK， 哎，这真的没法看。请问这是谁？你敢不敢对着镜头把你的就是头发撩起来？哇，真的脸好大，脸好大，这个美作。哎呀呀呀！哎，旁边这位是。大家好，我是朱孝天。哦，朱孝天，哎，好懂啊！啊，对，好歹有一个可以看的，对，可以看的。然后今天呢，我的左手边这一队妖魔鬼怪的，就是我们的受惩罚的这一队了。他们今天要进行的这个惩罚的名字叫做"飞扬的头发是我的青春"。等一下会在我们身后的这个指压板上脱掉鞋了之后，要跳绳啊！哦，跳绳。然后呢，我们胜利的这一方可以选出两位来去掌控这个绳子。至于这个绳子在过程当中是需要说把他们绊倒啊，还是说这个我懂，对，是的，所以就交给你们了。好，那你们手下留情啊。这边三位是选哪两位出来去甩绳子呢？我是觉得男生可能这样会比较可以一点。好，我跟李伟了。好 ，OK， 那你做什么呢？加油！你看，要加油了。OK， 好，你们三位。谁先啊？没有谁先，你们是一起上啊，上一起上，谁都躲不掉。好，来，三位，很疼的。我建议我们拉着手啊，大家拉着手，来，我们来，五个，来，准备，三二一，开始。一，来，一二。哎，我是又没跳起来吗？有那么疼吗？什么？有那么疼吗？说实话。戴月现在在这里，他真的显得很尴尬。对，你脱掉鞋上吧，一起吗？来，一块，有第一吗？来，小心。好，四个，等于说是难度又加大了啊。来，好，三二一，开始。呀，掉了！对不起，其实还好，真的。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最重要的，大家想好节奏喊一下，好不好？对。你喊跳，我喊跳，对，然后。跳的时候呢，不用跳太高，但脚要往上拖，好吗？来，准备啊！三二一，开始！跳！哎呦，我没过，搬到我这儿了，高度，我这我没过，我这没过，我得稍微跳高点，不然过不去，我不行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小的时候跳绳是怎么呢？现在外边准备好，我们甩的差不多了，你走进去，哎，走进去，要不要试一下？那个可以，来，难受，好，一个一个，难受，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来。我来吧。我们这儿我小时候没跳过，准备啊，好，开始了，甩起来，
我还信。严强老师，我现在知道刚才所有人跳不准是严强老师的节奏没有打好，节奏你拖累了他俩。节奏，开始。严强老师，走，跳，一、二、好，三、好，四、五，耶！可以，是不是兴奋了？严强老师为老年人争光啊！哇，真的，天天可以吗？加油！来，准备，主要是第一下的节奏，开始。加油！来，随时可以进啊，随时可以进啊！已经两位队员完成了，一、二、三、四，很好，五，有、哎、可以，他只是跳了，根本就下了，还有助跳呢，他每次都是一、二，对，他只是抖一个小垫步，对。然后接下来洋洋再来一次，来，那洋洋再来一次，来，准备三二一，开始，随时可以进，随时可以进，不整你了，一、二、三、四、五，哇，哎呀，这个疼，可以，不容易，成功，哎，好，哎呦，这真是出老汗了，让戴月。让戴月完成他的任务，好，对吧？让你完成你的任务，因为你鞋都脱了嘛。因为只要你完成了之后，杰哥和李伟就不得不完成一次。对吧？来，开始甩啊！来，加油，可以吗？一，好，哎呦，戴月好灵活，三，哇，四 ，easy， 哎呦，简单完成，漂亮 ，OK， 那换然然来摇那个，来吧，我们俩来吧。来，三二一，走！一起不了哎！来，李伟上！李伟快来！李伟上！快！李伟快来！哎呀呀！快！快！来来来来来！哎，漂亮！哎呀！可以吗？哎呀！可以！哎，为什么我们三个？哎呀，好疼！为什么我们三个一上去的时候下了这种反应，你们都没事的？现在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我们不计得失的所有的队员们，谢谢你们！哎呀！真的要感谢他们，他们是获胜方，还陪着你们一起玩，对不对？真是太好了。这个足球赛场上肯定是不能这么的融洽了哈，这个一定要分出一个胜负。但在我们的火星世界杯呢，其实还是为了电视机前的，不是现在正在看我们这档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开心就好了。所以今天的这个惩罚已经完结了，然后感谢两队，你们真的是辛苦了，谢谢你们，谢谢。那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火星世界杯，8点呢，请大家准时收看由芒果 TV 独家播出，由英格酷鱼独家制作，由四个体育独家专业合作的世界杯脑洞综艺秀《火星世界杯》，欢迎大家登录芒果 TV 参与世界杯的比赛结果预测 PK 预测神宠世界狗，你还会有机会获得芒果 TV 会员卡以及芒卡提供的10万大礼包，用芒卡免流量。接下来还有精彩的火星新闻局，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会，拜拜，谢谢大家，辛苦了。各位亲爱的伪球迷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火星世界杯的新闻发言人马瑞马同学。世界杯四强球队已经诞生了，你支持的球队在不在其中呢？话不多说，一起来看一看世界杯不正经新闻。如果我们今天非要给黑马起一个名字的话，那么俄罗斯肯定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作为32支球队当中世界排名最低的一支球队，它给我们已经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啊！揭幕战大胜如果只是一道开胃小菜的话，那么淘汰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啊，就足以让世界刮目相看，对吧？这个本场呢，面对了强大的格子军团，东道主在31分钟率先进球，整个球场都被点燃了。但是俄罗斯球迷呢，也都尽情的庆祝着。不过呢，好景不长啊，克罗地亚迅速的扳回了比分，双方重新回到了起点。进入到加时的时候，克罗地亚率先的进球，2-1领先。那么俄罗斯人在加时赛的最后关头扳平了比分，又是点球大战。俄罗斯人这个时候呢，运气似乎已经在上一场面对西班牙时用尽了。这一次幸运女神更加的眷顾克罗地亚，克罗地亚美女总统呢，很显然她也在这个看台跳舞庆祝胜利。而东道主没能更进一步，倒在了四强的门外。格子军团则将和3狮军团英格兰队争夺决赛的门票。在英格兰和瑞典比赛前，两方的足球名宿小贝和伊布呢，也是各为其主，在社交平台开始打赌了。随着英格兰人
以2-0的比分轻松的将瑞典打包回家。三狮军团在28年之后将再次的踏进4强的草坪，小贝呢也赢得了这场和伊布的嘴战。第一个进球来自30分钟啊，英格兰获得了第一次的角球机会，马奎尔高高的跃起将球砸进了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59分钟的时候呢，英格兰队边路传中，阿里从后点闪出头球，再次撬开了瑞典的大门，英格兰2-0领先。而后呢，双方再无建树，比分被保持到了这一场的最终结束。年轻的三狮军团昂首迈进了4强，瑞典队则是遗憾地结束了本届世界杯之旅。这支英格兰队呢，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第二年轻的球队，但却是近几届世界大赛球迷们最喜欢看的一支英格兰队。一场场青春风暴让我们看到了英格兰足球重回世界巅峰的希望啊！那个瑞典队呢，可以昂首离开预选赛，淘汰意大利，小组赛又淘汰德国。北欧海盗虽未能将黑马的这个身份呢继续扮演下去，但是这份成绩单已经足够优秀了。随着4强球队的全部诞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对阵情况。7月11日凌晨2点是法国呢迎战比利时，7月12日凌晨2点呢是克罗地亚对阵英格兰啊。到底是谁能够拿到通往莫斯科决赛的门票，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当我们关注比赛的同时，有多少人注意到了球场边的孩子们呢？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喜怒哀乐。输给法国队之后止步8强，你看这个乌拉圭的小球迷他哭了，他的这一次世界杯之旅也随之结束了，卫冕冠军小组赛就出局了啊！一向坚强的日耳曼小球迷也不禁流下了眼泪。美国队呢未能来到俄罗斯，但是并不妨碍这对美国父子对于足球的热爱。秘鲁小组出局之后呢，秘鲁小球迷脸上呈现出的是一丝年龄不符的忧郁。在比利时的小球迷心中呢，能获得一件他们心目中英雄的球衣是再美妙不过的事情了。不论是场上还是场下，巴西球星内马尔呢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啊。此前呢，他就因为在这个赛场上频繁的倒地啊，而遭到了众多网友的调侃，还荣登各大头条。这不，这个葡萄牙急救中心也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神补刀，他们以内马尔举例教育国民不要随意的拨打急救电话啊，并且在这个官方配图就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国内75.8%的求救电话并非紧急。哎呀，你说这个巴西队呢已经含泪出局了，你们还这样调侃内马尔，你们这样做良心难道不会痛吗？之前我们新闻局给大家盘点过关于假摔的这个集锦啊，球员们演技虽然略显的浮夸是吧，但是呢也足以以假乱真了。昨天啊，一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伪球迷给我们路边社记者发来的一条视频，据说呢是找到了这个足球场上假摔的开山鼻祖，他的一个专业教学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假摔呢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欢乐，但是毕竟呢是有违体育精神的是吧，我们是并不提倡的。我们更加希望呢球员们合理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啊，去制造一些对手的犯规，毕竟这是一个职业球员应有的技能嘛。平时工作之余，其实我也喜欢约着朋友们一起踢踢球是吧。上周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居然在球场上有一个外来物种给入侵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视频。以上就是今天火星新闻局的全部内容了，关注最不正经的火星世界杯新闻，我是马瑞马同学，我们下期见。
区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特别合作媒体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特别合作 Zack 界面、网媒支持凤凰娱乐、北京网、环球网、中国日报网、中国青年网、中国娱乐网、大香网、红网、南方网、大众网、中国综艺网、猫扑娱乐、中公文化。